为合作拍摄旅游节目《定情》的陈家洛和连诗雅，去年宣布订婚后，在4月24日正式行礼拉埋天窗。两人在香港一间五星级酒店举行签字仪式，在讲爱的宣言时，本来想搞笑的家洛竟然率先失手，感动到哽咽啊！无论环境身形，加油！加油！加油！富有贫穷，健康疾病，我将永远爱护、尊重你、包容和珍惜你，终身不渝。因為很感動，那個位置有很多親朋戚友去，有咁多人見證住我哋兩個簽字嗰一刻，係太我自己都冇諗過咁激動。係 ，Shina 你都好激動喎、哦！我見到佢開始激動，又開始激動，生幾多 BB 啊？有啊，咪生到幾多得幾多？係咪生一隊足球隊啊？有啊，梗係好啦，係啊。有冇打算去邊度 honeymoon 咁啊？其實我哋好想去歐洲行下嘅，因為我未去過，好想去睇曼聯。要睇下工作嘅安排，因為其實我之前就話即可能結完婚就拍劇咯。咁但係而家未知住，咁所以就係咯，都睇下先。據知新郎哥豪使300万打造早晚兩場婚宴，又指佢近大手筆俾咗13万多嘅開門利是。唔係冇咁多，佢我寫咗。個利是寫住咗煲台貴炒，咁佢哋就收平咗好多，咁就1314零。寓意咯，我哋都想有一個一生一世咁。好厚嘅，我 check 咗好厚的。好厚嘅都。有嘅。簽紙儀式早上，穿上中式禮服的新郎哥率領由惠斯亞等人組成的兄弟團去酒店接新娘，要抱得美人歸兼過到由陳志耀、梁諾賢等組成的姊妹團，真是一啲都不容易。好彩一班兄弟都非常賣力，除了穿上新娘最愛的美少女戰士制服之外，更大跳韓國人氣女團 BLACKPINK 成員 Jisoo 新歌 Flower。 成功闖關後，嘉樂就手持巨型愛情銀行信用卡向 Suga 深情讀出愛的宣言，感動到 Suga 又喊又笑，場面温馨。同埋見你哋兩個今朝都好開心喎，係咪啊？即係玩接新娘嘅時候，著 Sailor Moon 衫。因為我啲姊妹咧知道我好中意 Sailor Moon， 跟住咧之前咧影pre-wedding 嘅時候，其實我係好想影一輯 Sailor Moon 嘅，但係就俾佢 ban 咗。嗯。跟住，所以我啲姊妹咧，但係點都想幫我圓咗呢個夢。所以就要啲兄弟著一著呢個四眼妹衫啦。而另一邊廂，一眾參加婚宴嘅賓客亦陸續抵達酒店，包括嘉樂嘅娛樂公司老闆楊秀成同太太霍文希、張敬軒、泳兒、李允、林夏薇、黃子軒、方中信、古巨基夫婦、鄭融、蔡傑、陳嘉桓、丁子朗、陳曉華、林欣彤、譚海琪、雨橋。罗天宇、胡飞、何远东、胡鸿钧、关智斌、李幸毅、施君、石修、麦秋成夫妇、张国强、胡子彤、周志文、周志康、谢东敏、谭嘉仪、张继聪、范奕敏，当然唔少得 Suga 嘅一对爱犬，更着上婚纱礼服，见证主人踏入人生新一页。知道你頭先真係做完嘢趕過嚟出席呢個 wedding， 係啊，開心啊，好開心啊，係啊，好戥阿嘉樂開心啊，娶得美人歸啊，係咪啊？成日佢哋我哋做嘢嘅時候都會見到佢哋喺度視頻嘅，好恩愛嘅喺度，咁所以而家見到佢哋咧喺度可以開花結果，咁好戥佢哋開心咯。希望 Suga 同埋嘉樂 BB 可以陪著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而在婚宴上，嘉樂更為外妻高歌一曲，場面感人。而之前誤爆婚訊的泳兒成為幸運兒接到花球，和髮型師男友感情穩定的她，是時候想想怎麼實行結婚計劃了。之前那個嚇個大烏龍是真的會變真啊？我不知道，但是大家開心咯，就得了。你要加油啊！係啊，多謝嘉樂咯，我知道她 practice 了應該係。
李韻啱啱去完巴黎參加閨蜜何超蓮嘅世紀婚禮，呢日嚟祝賀，因為當年拍攝葉草系列認識嘅嘉樂。講起之前見證好姊妹出嫁，場面相當感動。咁見到好朋友好姊妹結婚係好開心嘅，希望豆豆啦，我哋嘅豆豆會對佢好好啦。咁其實我哋見到佢都係十分錫佢嘅。提佢快啲生啊！叫佢生多幾個。梗係啦，即刻啦，足球隊啊，佢成要。思君日前被传以约满 TVB 艺员约，专注搞音乐事业，佢都有大方分享工作上嘅新安排。我后日又翻嚟开会啦！翻嚟开会系开边样先？开 J Two 嘅。迟啲大家知，迟啲大家知，迟啲大家知。J Two 个岗位仍然继续嘅。我有好好嘅拍檔啊嘛，係我哋之前一路傾落好多唔同嘅方向咁，咦係喎，而家大家陸陸續續都見到越做越好嘅。